一箱箱纸箱堆满在活动中心，打开一看是满满的干粮物资，有米、酱油、速食包、卫生纸等等。这是新北市政府为了因为疫情连带生活和生计都受到影响的民众所提供的物资，虽然不多，但对于民众来说可以暂时度过这段艰困时刻。那很多我们里内有一些比较弱势的民众，他们本来就打工的机会就不多，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打工的机会就更少，然后收入也变少。那我们因为新北市政府有提供这些物资，那我就帮一些比较弱势的民众去做申请，然后帮他们再回来，相信就对他们的生活也有一点点帮助。民众陆陆续续来到吉安里活动中心，里长谢永昌先是说明物资由来，再亲自交到民众手上。里长说，里内弱势民众本来就不少，更因为疫情让许多原本只是打零工维持家计的民众顿时收入都没了，因此也协助申请了十多份的急救物资，希望让民众纾困。之前是零星的申请，那这一次我是就统整啊，总共这一次是帮他们有十位的民众做申请。那我们希望说啊，如果真的有因为疫情生活很困顿的民众，也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那我们再帮各位来做申请。接过里长手上的物资，民众心中满满感谢。里长也说，现在好不容易疫情趋于稳定，这些物资的帮助实际上还是有限，但如果有需要申请物资的民众，可以请里长来协助申请。谢纯威、瑞芳采访报道。